没有啊。这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应该是进来的人和等等等等什么数据。Hello，Hello， 卑微花鸡 ，Hello， 来啦 ，Hello。哎呀，我准时吧。Hello， 欢迎新进来的小伙伴。我这个我自己扎的，今天这个啾啾我自己扎的。美芝芝晚上好。别再喊我美芝芝了，那个林子前面今天都说我吐了，居然有人说我们俩像，但是他看我那个表情包，他说就是那个我上回发那个就是哭的表情，他说确实很像，然后我想哪里像了，哪里像，完全不能说一模一样的。Hello， 欢迎进来啊 ，Hello， 天哪，你们我哪里像前辈了，无语。他的脸为什么那么小？我比你矮那么多。你知道就行。1.65米组的。大家有看今天下午的运动会吗？他的手机真的好磨皮啊，就是很看，就是我手机，哎呦，别看，这个手机开了，真人不像，直播像。对，我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我这个手机自带的美颜吧，关都关不掉，然后让我整个人都长变样，我都不认识自己了，这是谁呀？今天跟火火一起跟大家唠会儿嗑。哎，你几场了？你是不是只差一场了？明天就20场。哦，火火还差一场就过20场，他也可以拿到口袋了。在上课，我在上课，你还敢偷偷的看直播？好好上课，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呀，哎呀啊！怎么了？没有事故。我今天问姐姐，她说5月6号才可能会，就是必定有可能是5月6号。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放假。为什么他们可以放假，我不可以放假？我之前也是，就是我本来星期六就已经买20场，谢谢卑微怀鸡送了1元棒，谢谢卑微怀鸡又送了1元棒，然后结果星期二可能也是我自己问晚了。那你要再等一等了，等一等能开房间，等6号。天哪，好惨。今天1号，那还要等5天。好惨一女的。火火好惨一女的。下午在上课哦，你是下午在上课哦，就没有看是吗？谢谢江宇航不需要鸡腿送的用爱发电。什么我不需要鸡腿，你什么你是在阻拦我鸡腿吗？怎么可以影响我的业务呢？我是要的，其实我不要的啊，我要。Hello， 伯贝，晚上好，谢谢。Frankie 是这么读的吧？送了个1元棒，谢谢 Frankie 又送了个1元棒，谢谢 Frankie 又送了个1元棒。怎么有人送用爱发电？是我刚开口袋的时候有人送的。他说的是那个 ID。ID， 对 ，ID 就是那个姐妹的 ID。我的天哪，多损！这是在咒我呀！谢谢 Frankie 送的1元棒。那你没有，那你这几天就没办法撑到那个工资了。这个月可以拿多一点点 money 了，可以去学舞蹈了，终于可以学舞蹈了。勤奋的人，那还不得提升一下业务能力？人天到晚就是舞蹈这个坎，舞蹈这个技舞的坎。是，已经跳得很好了。你知道我今天跳舞差点摔倒了。哦，今天大家有看那个运动会那个地毯，就是我们做同一个方向运动，我没看到。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容易摔，就是我们做同一个方向的运动的时候，就是左右，然后那个垫子直接就飞了，真的好滑，我差点就摔倒了。我离那个地面就剩一点点的距离，就一点点的距离了。然后我靠我坚强的下盘，坚固的下盘。稳住了局面，没有造成今天的演出事故。你的肌无力确实能这样已经不错了。Hello， 晚上好啊，晚上好，来了，铁子来了。今天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光线问题，你在那边就很糊，但是在这边就不怎么糊。今天的画质糊吗？感觉不糊、稍微好一点。今天画质稍微好一点。Hello， 杰尼龟又来了，你这火速。谢谢单推小安的孤竹冷月送了一个秋天的奶茶，谢谢。可能真的是光源的问题，今天这个光源就显得没有那么糊。对，哦，今天意外的高清啊，
今天的直播啊，跟大家唠会儿嗑，然后火火本来可以拿到口袋，但是要等，就跟大家就跟火火一起跟大家唠会儿，然后一会儿呢，我一会儿再跟大家单独唠。嗯，那哪天不好看？蒜苗，它这个真的好可爱。算了，这个吗？啊，今天有好几个前面都扎了呢。什么？你不来了？什么意思啊？我是不是又瘦了？快回答。瘦了点。不是瘦了点吧点？今天大夫姐姐看到是说，哎呀，火火，你瘦了好多。冷到我。哪？你说的是哪个饭婆？你说哪个饭婆？嗯，谢谢你喜欢我。对，火腿都瘦了一圈了，是那个不再是肉质饱满的火腿。人人有责，原来是我记性有点不好，是哪个来着？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我今天进剧场，哇，突然一下所有人对我鞠躬好，我就鞠躬好，好，你们好。然后跟这个发卡色跟火火，我哎很搭呢，很搭呢。火腿瘦了还好吃吗？好吃，咸的不好吃。但是摸摸大没哟，但是火腿还是摸起来。你好变态呀、干嘛子英文？突然又尖叫。我受宠若惊好吗？我第一次大家看到我就开始这样，然后后面我就我好累。我还有，只是没有人心疼。我刚才不是一直在心疼你吗？我问你要吃什么，你一直没有回答我，一直回避我的问题。火火这个昵称喊的土土是谁？你不吐吐是什么？这个能磕吗？不能磕。不不打你看你的支架去哪不能磕。为什么想到吐吐？不要磕，不要磕。谁磕你？朴姐要打人了，她现在拿着一个棍子朝着我。谁要磕？谁要磕？因为这一面等我有口袋了，我一定把你那个视频发到口袋里我曝光你送你上西天。这一面他在排练的时候像个鸡心种一样，不在地上爬，倒着爬。驱魔人附近。哇，这个光看你好白哦，白的发光，白的。你都磕，还有什么是你们不能磕的？我就想问一下，什么你们不磕？能磕，磕个鬼。又说这你们，对，他现在在我寝室呢，就顺带提他一下。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心。别忘了我们俩可是有 CP 视频的，我看了那个视频我都惊了，这也能磕呀、啊。嗨 ，Hello， 逍遥无极，你又来了 ，Hello， 我有祝福，别祝福了，住着就人就发福了。别百年好合了，什么玩意儿啊！我们是正经小偶像啊！我们俩像吗？我俩长得像吗？像吗？我比他大两倍，你是比我高两倍。我的身高就是他的腿长。垃圾糖最好磕，笑。从就是你磕的糖最好吗？垃圾里面，垃圾堆里面捡糖吃吧。你说我是垃圾？左边圆脸可爱。人家明明是瓜子脸，好吗？我是瓜子脸。谢谢，什么蚕，这个一什么羊送了一圈奶，是这么读的吗？我的天，蚕似火羊。谢谢火宝多吃点，火宝是说的他吗？火宝是说的火火吗？哦，就是你，你头像是我们两个耶。哇，好甜，磕到了。仗义偶像是什么？丈夫养育的偶像，不读。我不会读，天哪，我真的是太拉了。右边也可以。这真的，我脸比你大好多呀，好烦。你比我高两倍，你
你按比例脸也得比我大一点。火鹤是我室友，对呀，火鹤是我室友，对，我是文盲了。哦，仗玉，你这个你才是文盲吧？你个仗玉偶，你仗玉偶像打错了，文盲偶像两倍，对，我是1.6米以下的组。大家明天看运动会嘛？今天项目不一样。晚上好啊。哦，这是梗。哦，好，仗玉偶像，学到了，受教，学到了。155小分段，不是165小分段，是165。来问你呢，我最喜欢哪个同期？都喜欢。他是海王子，他但凡说个什么，我现在就说个别人，我现在就掐死他。对，运动会好看。海王实锤了。二季，我二季了。长翼阳真长，禅翼阳。哦，你这个字读禅翼阳。你看起来只有160，你真是高估他了。我确实160，我确实160，好眼光。他确实160。他们每次都 diss 我，我觉得你没有160。我说有。他真的160，对，他161，他45入170，对，在45入跟我差不多高。2米，45入。晚上好。吃饭中我们吃了吗？我们不仅吃了，我们还今天下午还磕拉了呢。吃了，有喜欢的前辈吗？有喜欢的前辈吗？他问你的吗？我喜欢闹的前辈，你呢？我都喜欢。友友们，你们卡吗？我不卡呀，友友，你怎么了？怎么卡了呢？克拉，你看你们金克拉呀，金克拉，我们都要金克拉，我们都要金克拉。不动了呀，不动了，怎么回事？这个词是不能说吗？怎么一说就卡了呢？45入跟江江在一起，打麦，打麦。我们活在同一个地球上，45入，我们晚上好，卡成。晚上好。你是不是那个 WiFi？ 我用的。你用哪个 WiFi？ 我用的是 WiFi， 没卡。卡成 PPT 了吗？没卡，大家说不卡呢，是不是杰尼龟你那儿的？你那个龙宫那里网有点信号不太好。你知道为什么今天高清吗？因为我是他的技术指导，然后他换了一个方向，他之前直播的地方光线不好。我在火火这边直播，之前我在我床那儿直播，显得有点光线可能不太好。意外的很高清呢，哇，原来我的手机还是可以高清。对，你的手机是可以的，只是你那个光线不好。是我光线不好。5G 网络看直播啊，不错呀。我吹过你吹过的，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算不算相拥？算，我们还互相自由搏击，在场下看4个小时，坐累了哇，坐累了哇，辛苦了。那你有看到我差点摔倒吗？尴尬死了，我差点尴尬的我人都没了，尴尬的我用脚趾头磕出了一座魔仙堡啊，无语，磕出个状态。明天江江有几个项目？2个。今天我都忘了，我后面那个球啊，我真的是忘了，我就说喊我啊，我还有项目，因为我以为我只有2个呢。晚上好啊，只喜欢自己玩小熊又来了，哈哈，今天蛮辛苦。火火经常。跳舞也摔跤，跳舞突然一下你就摔了。我俩谁高？我这个问题当然是他高啊。对啊，今天的和明天的项目会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不一样。明天的是什么来着？反正就是每一场都不一样。但是对，他也肯定他高啊，在想什么呢？火火180呢。今天太精彩了，我直呼好家伙，全程都是那个哈哈哈哈的笑声。扭扭车 staff 买的噻， staff 买的噻，我不知道哪来的。自己在那学舞，好家伙，郑玉文永远在不是在努力就是在努力的路上，还不是因为他笨。下课啊哈，磕到了。能磕，你俩现在拍证件照，证件照那里的红背景啊，
开始摇，开始摇了。你是谁？我只看见这是火货，这是传言。我们同期，我跟他一起播一会儿。我们一起播一会儿，没关系的。我跟火火一起播，他本来可以快点拿口罩，但是他好像没有上班，就跟我再播一会儿。没关系，跟同期一起，我们感情好，可以一起播，感情好。背景能 P 呀、啊？背景怎么 P 呀、啊？那也得比较高级的那种设备吧，后面才能 P。抱抱，是是抱抱。宝宝，啊！什么？原话说摇出残影了，太甜了。他说太甜了。啊哈哈哈！哇，你还有这个爱好啊？我夹娃娃很少夹得上，得看几率，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他就是别人夹了很多次，我刚好夹那一次就夹上来了。原话说摇出残影了，因为越往延迟，如果是我们摇太快了，我们再摇快点就飞到天上去了。对，我们频率很高，如果你晃手机的速度够快，你可以截到我们的屏的。你驾驶证照片背景都是 P 的，这家伙就 P 成那种白的呀、啊、蓝的红的吧，我录屏就行了。机密事件不要录屏，不能暴露我们俩会飞的、这个嗯、算你聪明。 Hello，不能暴露我们俩会飞的这个超能力。俺刚刚做菜把锅烧穿了。哇，这个事儿只有我姥姥做过，这个事儿只有我姥姥干过这种事儿，就是她自己煮东西没在意时间，然后把菜把我们家烧了。她把那个吸烟器那个玩意儿都烧起来了。等我回来的时候，就只看到一个灶台，一个被烧焦的灶台在那儿。这锅是江宇航做的吗？怎么你要把我烧了吗？晚上好，晚上好，穿火锅来看。哦，我知道你穿火锅来了。火火可会做那个做饭了呢，他做的饭贼好吃。等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一起做饭。火火很难得有这么爱做饭的室友，我就喜欢，我就顾着吃了。这锅江宇航背的，怎么怪我？他烧锅怪我是吗？怪我。影响看电视忘记锅里有东西再说啊，那就是今天的状态太精彩了。今天表情包好多，对呀、啊，今天表情包真的就是完全控制，就是太精彩了，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管理了，完全控制不住。我会做呀，我会做，我只是懒不做而已。四川的菜多少都会做呀，焖面我可喜欢做焖面，我也喜欢吃，难怪火火瘦。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吃了我做的饭嘛。他只给我做过泡面，但是他做的泡都是我做的泡面啊。不啊，我也做过。你做的没有好吃。对，我四川的，我能吃辣。他没我能吃辣呀，他一个四川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为了皮肤，他没有我能吃辣。为了皮肤呀，那还不是为了皮肤，手工拉面好厉害。Hello，Hello，倾国倾城美女王爷小。他又就是他是不是就是。你可以把它读出来，快读出来，读，快点读，快读。怪不得像小橘一样甜，天哪，这可不一样呢。截表情包，天哪，别截了，又要去投稿了。四川有什么街全是？哦，春熙路，你说的是春熙路是吗？真假的？对，就春熙路以前，它是那个什么什么那种街，什么？啊，就是那种街，然后呢，红灯酒绿的那种街。啊，谢谢龙腾冰儿送了一个巧克力。你笑得这么兴奋干什么？真假的？真的。然后我以为你说没有，然后后面发展的，就是因为它又离市中心很近，它后面发展成了一个商业街，然后很多网红明星也在那。然后那个什么，哎，那他现在不，那他现在就跟三里屯一样，很多人在那拍照呢。太古里，对对，太古里很出名的。那他现在还灯红酒绿吗？他不灯红酒绿。这不是国色天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江江吗？是我，就好意思读。火火，你近视吗？不近视怎么看不到我喜欢你啊？快点，你看人家在给你夸你呢，你都不读。那个早就变了，已经不是以前，他只是很久很久以前才是那样子的。成都还有那种地方？不是，那是很早很早以前，就是那种。
那种远古，感觉是远古时期的。OK， 走。才有的这种地方，后头现在已经建设的很那个。你在跳什么？跳明天的公演。没。他说你不爱他了，婆婆，你说你不爱。没有，我在看你的评论。你好温柔，我都好受不了。你平时不这样。你喊我江宇航。我瓶盖拧不开，帮我拧一下。180大高个拧不开瓶盖，让我拧。因为我是浇花。浇花，笑死！成都人爱吃串串香，比如你是成都人啊？成都串串可香了。江江，你的鼻子是烧坏了吗？是坏了吗？哦，烧坏了，对不起，怎么闻不到我的心在为你燃烧？对啊，这是什么礼物啊？谢谢，你叫什么？谢谢 I A M L A J 送了一个气球小熊，谢谢。九眼桥，对，九眼桥的那种清吧嘛，然后就是弹，你说很多驻唱歌手，然后呢，玻璃都是那种透明的那种。你是成都人呐？你是成都人嗦？我不在意大利，我在意你。哎，还是你们会说，你东北，搁东北的呀。你会来两句，来唠嗑啊，老铁。你是河南？对。那你会说东北话？会啊，我刚才说的是东北话。那你能不能特别正宗的？因为我感觉我们说的平时说的不正宗。但是东北话就是普通话呀。东北话就是普通话。东北话哪里是普通话呀？这味儿都不一样呢，这嘎达哪里像啊？你是南充的，你这个好像社会科。我是成都的，成都本地。社会科是什么？就是你那个语气，就是社会科。啊，我这还社会啊。他说葱花酱，我是你的心饭，就是心扑通扑通扑通。心饭啊，东北话。我又多了个饭的。东北话都是统一的吗？嗯，差不多吧，但是那个叫什么，有个地方锦江啊，好像就是不太一样。为什么锦江的不太一样？不记丢啊，因为东北有三个省份啊。哦，东北三省，每个省的口音不一样是吗？对，东北那旮旯的话老有味儿了。对呀，老有味儿了，就是跟东北人在一起，感觉过没多久你就要被他带惯。我也是，本来想要脱坑了，还好你来了，要不然，啊，对呀，还好我们来了。郑义文是瓜娃，怎么是？是的，是的，毋庸置疑，是的，天哪，瓜得很。对，我是花好吗？不要乱讲。他说你是瓜娃子，不是瓜。对，真的性质不太一样。这个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不管。他是瓜花娃子。瓜，他是瓜娃子。宿舍有个东北的，等一个星期可以还你个家乡，还你一栋楼的家乡，还你一个学校的家乡。这玩意儿没有口袋呢，他跟我一样，要是我开了他就开了。对，估计要等。江江旁边的是谁？是他的经纪人。放配是那个我们同期生王岩火火，世上女孩千千万，我有火火 only one。好尴尬呀，为什么从你嘴里边是？萨瓦迪卡，考尼基哇，你们好啊。对，王岩是王字旁一个火哟，鲁子是啥不知道。郑颖文的小熊还在这儿呢。宿舍之前有个人一直在学国语，真的他，我觉得他普通话，结果他普通话考试没过。他普通话是不好。他之前就有一个，就是那个词，你再给大家念一下，就是那个清明。他说，就是我们第一次。就是有一次要上公演嘛，然后我问他要穿什么，他说你穿的清明一点。我说为什么要穿的清明一点，又不是清明节。他说是清明。我说他一直在给我讲清明啊。我说什么叫清明啊，有区别吗？然后后来我就以为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那个清明。然后清和民众的清明，清民，清民，民，你们是这样的，民恩是吧？嗯，太讲究了，好讲究啊！我是二甲的，我普通话二甲的。郑义文在傻笑什么？不知道，他每天都在傻笑，就是可能缺一块吧。就是这里，
明天几点发车？不记对我还没发时间呢，每天都不一样。应该跟今天一样吧？对，可能应该又会今天。清明，可能平常我读的时候也不太在意吧。清明。你是分不清那个卷翘声啊？天哪，我第一次就是觉得自己普通话不好。谢谢，我又忘记你的名字怎么读了。残忆阳送了一个玫瑰花，明和明，估计是表情包吧。搞张龙王不谢，对，龙王不谢，拽姐。肤白貌美大长腿，火火就属你最美啊！康肤白貌美小短腿，江江就属你最美啊！考呀，考过呀，不是一进大学就得考吗？前后鼻音，我可能平常没太注意这个。你不是不注意，你就是分不清啊。再见，这辈子就与人民教师这个职业无关了。你会说护发素吗？护发素，这个不是后鼻音，前后鼻音是什么？冰雪聪明小可爱，聪慧就是女子闪呀。我也可以挂的。这边人真多，就俩。哦，还有一个外宾，自以为搁那拍抖音呢。他是我们的伴舞，太恶心了。他在伴舞，对你们太恶心了。搁那对着镜子，对手机。对我，在舞台和私下镜头感不一样。为什么？就是感觉我直播的时候跟在那个剧场长得不一样嘛。防护服，镜头都不一样嘛。不是吧？不是吧？活泼可爱小脸蛋，江江就属你可爱。我们江江有排名，那当然我可以排名。局长，今天好多人对我这样。快下个，该你读是你的。你读亲，没事，你平常挺不要脸的，快读，不要脸。倾国倾城可嫁人，火火就是大美人，哇，写的真好。原谅你是脸吗？没关系，你很快就熟了。艺文化妆了，她化妆啦，她所以她今天在拍抖音，她每次化了妆，她都会狠狠的拍一下照片什么的。并且发出奇怪的笑声。谢谢卑微滑稽送了个秋天的奶茶，谢谢卑微滑稽又送了个秋天的奶茶。葱花姐大美人，那我是小美人。百媚一回眸一笑，百媚生，江江世界最可爱，不押韵呢。不过也谢谢你，快，下面一个是你的，快读。哈哈哈，我们一定要这样吗？快读啊！瀚海蓝。那是我的，你读上面那个。江江温暖我的心，天南地北双飞燕，我爱王岩万万年。点算什么意思？必须得，反正对啊，你们都是戴文豪，超绝帅气正义。虽然他是走韩风的，没想到他来这变成了瓜。双飞燕，我们不会比翼齐飞的。哎，我在说什么？比翼齐天哪，你好 KY 呀、啊！没有，现在感觉现在成语都不能用了，随便一个都是 CP 名，都不敢随便用成语了。比如，新的旅程。新的旅程不是成语。春江湖水，春江潮水连海平，没有江江可不行。哎呀，怎么都没有江江呢？好天气坏天气去哪儿都可以，只要能陪葱花我都愿意。应该是歌词吧，感觉好熟悉。你觉得呢？好熟悉。这有人还搁那拍抖音。哎，你看现在正好520。哎，现在正好521耶，521这是我们寝室的寝室号。今天521，来521。哎，525了。除了比翼齐飞是 CP， 还有啥成语是不？他在套路你。对，我才不说。哦，他让你 KY。对，哼，我们才不 KY 呢。647没直播来这玩，没想到这里这么冷。对啊，对啊，我们这两个人。等他开直播，你可以去那儿逛逛。江江如同江山一样美如画，那当然。他最近好像口腔溃疡了，没法说话。哦，对，他嘴巴有点疼。快点，这是你的，快读。
火火就是什么？火火就是我的氧气，少了一点点都不行。氧气，好变态呀！你好变态！天，我就跟着，垃圾桶磕嘛磕嘛，不能磕，不磕不磕不能磕不磕，垃圾桶，几点了？这怎么看点？把它划下来。8:30，该吃饭了嘛？今天看起来好乖巧。对啊，今天就像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金童玉女。我被火火没有没有嫌弃。你应该去看我们的那个运动会，你就知道我乖不乖巧了，就很吓人。刚来有糖没有糖没有糖没有糖，你可以去看今天回放我们那个广巴幼稚园公演。可多糖了，可多糖了。啊，还吃了小龙虾，好羡慕，好喜欢小龙虾。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我记得 B1Z48 当年中秋有对联活动，我和向运营等男神男神。哇，你这么会对对子啊，你好厉害呀、啊！看完直播再补。没问题啊，真的很磕哎，磕死我！你看看弹幕版，弹幕版。能对对子的都是有文采之人。聚聚 CP 哦，对，今天有聚聚 CP 哦。什么是什么东西？哦，他说的是那个，就是公主抱的时候吗？还是是公主抱吗？是公主抱的时候那个吗？那是你要转推了吗？你到时候就名字就写只喜欢火火的小熊。这一文连夜颠倒砍我，这一文马上就开始摆着臭脸。你想怎样啊？啊，把你当兄弟，你既然这样对我，是兄弟就来赶我啊！石树君哦，石树君，他今天喂给张淑宇那个饭，我的天哪，就是嘴巴那块长了一圈胡须似的，可狠了！我写了一首歌是原创，只有歌词没有曲，是给你们两个的。我真的吗？我不信，不可能转推。好的，我信。你不许转推，不许转推。你是郑一文，自选郑一文小熊。我明天就20场了，然后但是可能要等到那个 IT 部门上班才有口袋，真的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不可以放假，但是他不可以放假？你从小我的妈妈就告诉我，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那就是运气不好，运气不好。刚好赶上五一了，刚好赶上五一，太倒霉了。对，我又得发疯，笑死。还差，我们俩现在正在见证抖音网红的诞生。他说他是老，他说他抖音之王，我不知道他怎么自封的。他是明天20场吧？他明天跟我一起20场。嗯，对。然后我们俩应该是一起拿口袋。对，但是提前有了易拉宝。笑死了！他在那个就是当网红，他在拍抖音，就是对着镜头搁那这样子。哎呀，今天天气不错呢。脖子痛，牙痛，啊哪痛啊？啊脸痛，啊眼睛痛，啊拍美美的照片，对他就在这样子。啊，他每次化了妆就一定要整点什么，不能浪费他化妆的。对，而且他化妆每次化的巨久，他时间化巨久。笑拉了，真的没有拉的意思。笑拉了，我们没算好，以为撞了生日主题公演，没关系啊。郑一文也很开心，他抱着那个易拉宝笑得跟个傻子似的，就这样笑。我们来模仿郑一文吧，我觉得好搞笑啊。来吧，就他刚开始点一下手机，然后，哎，嗯，他刚才说什么？他说他什么都没说，他什么都没说，什么？说 A 是怎么了？啊，是个网红是吧？哦，对对对。郑一文
打不过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们两个没有姜宇航，姜宇航劲儿贼大，谁能打过他呀？不啊，易拉宝约等于口袋房间，笑死，你挡着我易拉宝了，笑死，我怕江江被暗杀，哼。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发抖音啊，我没有抖音号。自己问几几年？自己问问你几几年的？是不是九零的？九一的？什么八八的？自己问八八的？八五的？哎呀，别了，八零的其实摊牌了。这一会儿真的过来砍我吗？笑死了！九零的过分了。我是九七最小的，快别逗了。郑文才是我们九七最小的，对，哎呀，不愧是只选郑文的小熊，对啊，他是1901的，对，1901，听懂掌声，听懂掌声，听懂掌声，郑文是1901的，江江和火火好看，对呀，我们断哥，哈哈哈哈。跟你打招呼 ，Hello， 别那么做作，换个句，换个语调。你好，朋友，欢迎来看姜宇航的直播间。铁子，你好铁，你们五个差不多大，对啊，我们差不多大，然后一文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进来就在鼓掌，对，因为刚才说啥了？我也忘了。哦，他说我们，他说郑一文，我们说郑一文是01的，然后啊，他说他是1901的，对，然后我们就鼓掌，我们为他的明察秋毫，为他的聪明，差不多是差几年，不告诉你。江江摆各自造型，我谢谢你吹呀，我谢谢你彩虹屁，谢谢你彩虹屁，你在我眼里是最美，你在我眼中是最美。这个表情包先，天哪，表情包已经很多了。你们随便猜，随便猜啊，随便猜，不能因为帅而打我。那因为你毒舌打你，火火跟彩虹屁。别骂了，别骂了，谁是天选？没有人是天选，别骂了。好想点了，别点，你点了之后就转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就会卡。好好笑啊，看着好好笑，对象看。什么是幺？什么东西？是幺儿吗？谁是？要不是今天笑什么是幺儿？幺儿应该是玩儿的意思吧？就是最小的吗？我不是最小的。哼，我是录播出来，天哪，我都可以预想到我自己有多丑，因为今天那个气球，那真的很害怕，我很佩服火火，他居然举着那个东西到处跑，我真的我已经怕得要死，我整个心脏都在。你怕气球啊？那个炸的一下确实有点吓人，我经不起这个。已经经不起下了，好吗？郑一文怕江江吧，对，他怕我，他老怕我，笑什么？不对吗？兄弟们，保护一下，真怕江江被暗杀，安全的很，安全的很，就这小东西，还想干我，看他干不过。为啥一文叫拽姐？因为他。冷酷，因为他每次就是他有时候记动作，然后他就或者是想事情的时候，他就面无表情。他面无表情的时候看起来就很拽，然后有些时候跳大哥的时候，他也是面无表情，就是他有时候想动作，然后他的表情管理就控制不住了，然后大家都说他拽姐，对，只是看起来拽，其实他怂的，怂的啊，真的，郑一文真的是看起来胆子大，然后他胆子是最小的，他真的很怂，我就没见过胆子这么怂的人。哇，这是什么？谢谢杰尼龟宝宝送了一个夜蝶，谢谢。夜蝶的话是要，我又忘了夜蝶是什么奖励了，我看一眼，我又忘了，我瞅一眼，我先瞅一眼，夜蝶是什么来着？夜蝶的话，发一滴，在线唱夜蝶，在线唱夜蝶。夜蝶，谢谢杰尼龟宝宝。时尚天河有个长城鬼笑，改天去玩，今天相遇在这里，不需要奖励，好吧，可以，那些奖励都可以不要哦，谢谢杰尼龟，好吧，拜拜杰尼龟宝宝，你要回你的东海龟宫了吗？拜拜杰尼龟，谢谢，拜拜。
江江老婆，老婆也是随便喊吗？曾宇文要来揍你啦！世上天和长城鬼校好玩，叫曾宇文去玩，好玩啊，我们一起去玩。又有一个问你什么时候有房间的？我明天可能，我明天二十场，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 IT 部门上班，他上班就给我们口袋。对，上班就给火火口袋。乖巧等待音。旁边是跟我九期的同期生王岩。提高音量之前能不能提前说一声谁提高音量了？不吉利。我们好像一直都是。今天有公演呐、啊，江江老公，我也是老公啊，我回到地球了。对，哎，我们表演。ASMR 睡觉吧，耳朵差点废了。那不好意思，我现在就这么小声，还想开军舰。谢谢小树子大眼睛送了一个玫瑰花，因为我是航天局，哎不对，航天局我们不开军舰。江远航会说四川话？会呀、啊，我会说四川话，我会说。他四川人，他为什么不会说四川话？你说了一股东北味儿。不要突然提高音量。对，为什么江江比火火早拿口袋？因为他上的场数比我多。我们是二十场，标标准准的二十场才能拿口袋，标标准准的二十场，一场不能多，一场不能少。耳机党要无了，耳机党马上就要采耳了，采耳现场给你采耳，现在就给你采耳。你想吃吗？不用了，谢谢。真的吗？我还有一个。好吧。你说的有股东北味儿。刚是说你，我说的有股东北味儿啊？天哪，不会吧？啊、哦，那你千万不要去看曾宇文的直播，因为他可能突然一下就给你尖叫一声，把你整个人都送走。对，曾宇文就是突然一下啊，就给你吓一下，吓死了。我们可能都不太正常。他又开始笑了，这边又开始笑了。本部那些都没有。曾宇文开始发疯了。呀、yeah. ，嗯，因为我从小就说普通话多一些，因为我妈妈跟我说，她说你要是以后是什么样工作，你老是说川话，别人听不懂，影响我就业。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那只龙王他还在拍抖音呢，听着我们骂，说的坏话还在笑。强烈建议去天草直播间老尖叫粉了。嗯，小不同。郭老师直播也喜欢尖叫啊！你要播到有心脏病的可别，我可能要播到八点钟。现在是八点四十了。嗯。你要播到八点钟。对不起，九点钟。那你播吧，上厕所。好。哎，听啥？问你呢。听呀。我撤了，拜拜。你们跟他聊吧。你今天好温柔，我根本就不像你。平常你可是东北老铁，说你是老铁来的，来这找对象。晚上不用排练了吧？对，可能要看多看几遍视频，然后一会儿要洗澡。希望明天不会摔倒。好，等我有口袋聊。拜拜，各位，拜拜，拜拜，谢谢你的。小零食、啊，你放到那边。嗯，我放到，我拿到我床那边。我把这个拿到我床那边。曾宇文，请你小心点，不是小什么小心点，小声点行吗？好，我回到我的，天哪，我又怎么回我的床这边？哎呦我天，这个光就爆了。火葱花，我中了你俩剧毒咋整？解毒，你就解毒。哎呀，这个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啊，我把这个调整一下，跟火火说拜拜，拜拜，小佳，拜拜，拜拜，你是不是一到这边就吐了？
呼得很吗？还好，还好。天草前辈可好玩了，可好玩了，他可好玩了。哎呀，来这边你又呼了。跟江一文直播，跟曾颖文，曾颖文他在拍抖音呢，他专心致志拍抖音呢，才不跟我玩呢。曾颖文专心致志的拍抖音。哎，江一文，你什么时候给我改名了？什么时候给我改名了？我为什么叫江一文？这灯光打的，我没有灯光，就是我只是换了个位置，然后他一下就爆了，就是可能那个位置要好一点，然后可能是我这个位置的问题。然后我会把这个帘子给拉上，会稍微好一点。我这没有打光，我灯都是关的，灯都是关的。还有你那个跟菩萨一样的表情，我哪个是菩萨的表情包？对，你继续读着吧，含笑半步颠吧，不行，自带上。你在干什么？你自己没空了，灯光师赶紧来上班了。对，我这手机可能真的是。可能真是灯光问题吧，怎么一来这边我整个人就白的吓人。自带发光体，对，我是恒星。你这就像什么？我害怕，我是真怕，我天哪，我太害怕了。今天应援会送了我个东西，我要拆开来看看。先是有一个这个，好像是 USB 灯吧，还有我看看。这个宇航员呢，不错，这个光好，普度众生。要普度众生的话，要这样普度。把灯，第一步把灯拿下来，第二步打开它，开到最亮，第三步拿到脑后。这时候应该放一首大悲咒，有普度众生的味了吗？接受制裁吧，凡人们，你们可以超越我，但不能超度我。小心触电，不会的，触电，呜啦啦啦啦啦，呜啦啦，触电。哎呀，有点像秃顶，这头上冒光嘛，所以就像个秃顶一样。笑死！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正常点的打光，能让我看起来没那么亮。天哪！好，我放弃了，太亮，关掉。三海和撒雕布，我的头小玉林，别了。我不是喜剧的人，我是代明星，我是女明星啊！别掰了。都一样，哎，我来拆一下，我们来拆一下盲盒间应援会送的东西。然后这里还是一个宇航员，哎，那个带货呢，味儿要是怎么样？哎，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包装特别的严实啊，特别的严实，哇，这摸起来质感非常好，还有专门的宇航员贴纸啊，太贴心了，太贴心了，天哪，这个包装实在是非常的结实，是非常的完美呀、啊。来，我们拆开看一下，拆开看一下好吗？让我们拆开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好吗？看一下，哎，先从这儿把它打开。哎呀，我都舍不得拆呀，实在是太精致了。来，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礼物，什么礼物，好期待。哇，这也是一个宇航员的盒子，天哪。科学表明只要不熬夜就不会秃顶，真的吗？我看有些学习成绩很好的人他也会秃顶，就是用脑过度。很好吃，敏感肌也能用。晚上好啊，晚上好啊，这一类的女人，哇，你名字真好笑。看一下这个，哇，它的哎有点过曝了，看不清。对，它这个标志也是宇航员的标志，让我们拆开看看这是什么好吗？让我们拆开看一下，哇，这盒中还有盒，哇，这是套盒，哇，这个质感非常好，这盒子的质感非常好，非常好嘛。哎，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礼物啊？这是什么礼物？哇塞，哇，打开了，打开了，哇。又是一个宇航，哇，我好喜欢，这也是个宇航员的标志。QQ 弹弹拉丝，这不能拉丝，这不是我们家高亮一，它不能拉丝，这不能拉丝，不是我们家高亮一哈。然后这是我们宇航员应会送给我的礼物，看一下，哦，
探索飞船号，看探索飞船号，银河探索飞船七号，哇，好有心啊！舱位007，日月也是7月7，哎，如果是6月6就完美了，不过也不用追求那些了。我哇，好不错，好有意思啊！哇，这好太贴心了吗？这简直就是为我们宇航员定制的，天哪！然后让我们看一下里面的东西，是一个可爱的笔记本，是个可爱的笔记本。晚上好啊，大家都看运动会回来？对啊，我们刚刚回来，然后吃了饭，然后我打算直播一会儿，然后一会儿又去忙别的事儿了。哇，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送的礼物好吗？哇，这精致的小本子还是银质的，可能这个光哈，可能这个光打的看不见，这个光关掉，对，可能看不见，稍微有点看不见，但是它是银色银质的，它有点稍微有点反光，来让我们拆开。对，估计都在吃饭呢，估计大家都在吃饭呢，累坏了。今天项目可多了呢，我昨天都没数，居然有三个项目。来看一下，打开了，撕开了膜，看一下，哇，就是一个可以记东西的本本，我可以把我的想法都记在上面了。进去了？怎么了？疑问？你能活过去放油？什么意思？你这个不知道。我忘了，本本我可以把我想记的东西都记在上面了，太贴心了，对，我记性有点，记的东西有点多，当局长让我，对，这是什么？这是那个局长手册啊。你是否可以借一下我的，借我一下你的口红？你要哪种？你涂过。我可太害怕了。是空白的，对，好有心啊，好有心啊！是空白的本子里头，我可以记我自己想的。呜、哦，这还是立体书啊！哇，打开就是那个什么银那个什么系，打开就是太阳系，对，是空白的。哇塞，立体书。太甜了，哇！哇塞，星空的感觉，对呀，仿佛置身宇宙。哇，这上面还有那个什么年历、年日历，可以在上面记东西，然后还有年计划，还有周一周二月计划。晚上好啊，晚上好，赶紧哭，给我挤出眼泪来。哎呦，不行，我今天太累，挤不出来。谁送来的？音乐会送给我的，好喜欢。知道我记性不好，让我拿个本子记东西。这还有个银河日报，银河日报，1月1号将将出道。晚上好啊。手账，我是喜欢画画，但是他们说这个也可以当手账来用，喜欢啊。哦，他这里头就是介绍了整个盒子呢。怎么样，你还满意吗？这口红，嗯，这口红你还满意吗？我很喜欢。好的，你的口水味，求求了，你这太暗了，你怎么直播啊？他吸光你，我跟你讲，你现在打开了之后整个脸都爆了，是不是？哎呦，对阿牛哈谁用？阿牛哈谁用？九七生谁最爱哭啊？哎，这个东西，你觉得是谁最爱哭？九七生，你觉得呢？肯定不是我呀，我很少哭的。我笑了。好花。你懂我什么意思吗？你别，你好吓人呢！突然一下凑近。怎么换了一个人了？没有换，他只是过来，他过来蹭我的热度。我觉得是郑一文，对，就是他。谢谢杰尼龟送了个秋天奶茶，你回来了，杰尼龟。哪个？哈喽。哪个？这光好亮，是打光的问题，就是我手机的问题。你看吧，我已经调没了这些东西，我都调没了。
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没有缩鼻？你在想什么呢？ Why？ 为什么？你点了哪？我什么都没点，把它调小，调小。哎，怎么现在感觉好像，好像它跟我之前的不太一样了？因为你把它调小了。啊，对，我之前也调的小，调的小啊。那我就知道。感觉比之前清晰点了呢。我就是这一闻，看一下这个光带波，对，比网不好啊，嗯，网有点不好，有量才没中二嘛，刚才。江江天天在说你，对，我天天说你坏话。我知道，我老是偷窥你。不要说奇奇怪的话好吗？他天天搁我这儿蹭，在我在赖在我这儿玩。什么？我欺负他是明明是他天天欺负我。对，我是正经人。快把你脸露出来！你飞也，有点毛病，这人有点毛病。兄弟们，兄弟们，嗨起来，兄弟们！他又开始发疯了，他又开始发疯了，姐姐们，又开始发疯了。我还没有介绍完我的礼物呢，里头好像还有东西。哦，里头还有东西。怎么都在说？对呀，就是我要讲一下始末，就是那天。我们每天有工作表嘛，然后有一天的工作表上面写的，就是排练，后面写的复排，意思就是把四首我们刚学的那个重新排练一遍。然后他跑到钉钉群里头去问老师，老师，复排这首歌是哪首歌？我怎么没找到？我的天，就是他当时还问了王岩，就是说这个复排是什么意思？然后火火告诉他就是说。复排就是重复排练这个大哥的意思啊，他不信，他跑去钉钉群里头又问了一遍，又问了老师表，而且那个群是纪念群，真的很，我可爱吗？你把你的眼睛调的也太大了吧？我眼睛本来就很大，你调的也太大了。我真的没开多大好吗？我都把它缩小了很多。好，漂亮，我眼睛本来就大好吗？漂亮，你大，漂亮，又大又圆，眼睛漂亮。你不要，你，求求你把这个关掉，这里禁脏话的。这不是脏话呀。漏了。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你是哟，郑允文他拍刚才拍了好久的抖音，他终于拍完。然后我看一下里头还有东西，有一个，哇，这个是可以夹明信片的那种，放远一点，对，这上面可以夹明信片。看，这个是什么？哦，纸胶带，这个是纸胶带，哇，这个是简直是手账套装啊。这文抖音号，等他告诉你，天机不可泄，等他告诉你，等他能发了呢。古典美女，才华多，才华横溢，葱花酱，谢谢，虽然不押韵，但谢。你看，我要证明自己，我的素颜只开了那么点儿。好，我相信你，才开29吗？29大吗？对呀，我没说大呀，笑死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还吃东西？没吃。你想吃什么？你到底要不要点外卖？你到底要不要点外卖？我问了你几百遍了。哦，这是冰箱贴那种，有磁力的，好可爱。怎么转场了？你刚来吗？我们转场了，火火他休息了，然后我就回自己这儿了，我就回自己这儿直播了。好纠结。这还有一支钢笔，哇，我老久都没有用过钢笔了。葱花酱，我犯的第一个酒气声就是你，谢，是谁的眼神锁定我？是你，还是你？这个，
这个钢笔，看一下，我要去买墨水了，又可以用。哇，这个吊牌，这就像那种潮牌，这里是有个什么小，就是街上名字那种钢铁质的牌子，感觉是。你可不可以声音小点？求求了。我很小声。好。然后我看一下这个。哇，是书签吗？哦，这个可以当书签耶，也可以当姓名，下面写的姓名地址，可能你们看不清，可能你们看不清。宝贝，下次把用来写作业的钢笔给你，希望你帮我写，想的比较像。我好不容易脱离了高考，还想让我回去，我才不高考呢。作业写完了再来看直播啊，宝贝。哇，太贴心了，我的礼物，喜欢。这个，再夹点东西，夹我的照片，我要把我照片夹上，上面可以夹东西的。什么？人家是大学生哦，你是大学生啊？好哇，大学，哦，好的 ，sorry。我们大学作业都是在电脑上操作，没有多少写的。瘦了，有瘦那么一点，但瘦了一点吧，也没瘦多少，还是有点点胖。然后可能还是要再减一点点。有瘦哈，我也觉得，之前我看我。前面出道的那后面那几场脸，我的天，我的脸好圆哦，圆的很，帅吗？天哪，就有人夸我帅。易文是香港人吗？对啊，他是港妹啊，但是他在福建长大，易文在福建长大。我要把我的礼物重新装回去，然后把我的桌子腾一腾，放我的礼物。这里头有一罐那个墨水的那个，可以放在里头直接写字了。有罐墨水，我的天，太贴心了。因为这个要去，要走一会儿去那个学校旁边买这种东西。哇，可以直接装在里头，可以写字了。我的妈呀！谢谢你们送我的礼物，我要好好保管，因为我经常掉东西。然后我的那个。我的本子啊什么的经常掉，然后呢，但是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掉，是我把它落在一个地方了，只要我回去拿是拿到的。葱拽姐拽姐，我的爱妈妈可以，她说拽姐她可以，葱花你多吃点葱花酱，你每胖一点，那我对你的爱就多一点。天哪，那我不得400-500斤，你对我的爱才爆棚嘛。别了，我好胖。就上镜真的会显胖，其实我真人也不是特别胖，也不是特别胖，对，也不是特别胖，但是上镜就会很胖。这是应援会送我的礼物，让我做那个什么，川航天局局长的笔记本，就是什么航行日志，应该叫航行日志吧。婴儿肥，我都老早都不是婴儿了，成年了还婴儿肥，没有婴儿肥了。混凝土给打完了，终于快熬到下班了，辛苦了，我感觉你这个工作好辛苦的，还打混凝土，是不是还要铲沙沙之类的？葱花酱你是吃啥都胖那种？不，我吃的要胖，真的。我之前就是有段时期我就狂吃，就是仿佛就是打开了什么就是饥饿的开关，我一天吃8顿。不骗人，我早上一定是按点吃早饭，吃了之后又吃午饭，午饭过了会儿吃了之后又吃点东西，晚饭的话，因为我们晚饭是放在那，它一直都放在那，你多久饿了多久去吃，我就隔会下去，一天吃8顿，太可怕了。我没想到自己那么能吃，我要把我的这个好好的收好，把我的桌子腾一腾，然后。开始写我的银河局长笔记，长身体的时候都这样，我都不长，我还能长个吗？我就希望长，给我长腿上，希望还能长个。俺是一天不吃肉就要死心人，其实吃肉还不是很长胖，
江江拜拜，补公演去了，好吧，快去吧，快去吧。对，暴饮暴食不好，快去吧，你补一下今天那个公那个我们广吧的运动会，可好玩了，超好玩了。超好玩，我是搞建筑的，施工管理人员，天天在工地，哇，好辛苦。那你要监督是吧？而且那种地方是不是灰尘那些很多，你要注意一下哟。然后戴口罩什么的，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的。相信自己，相信我自己一定可以说。哦，对了，就今天又有一个宝贝给我发那个什么是或不是的游戏，你也去补，截表情包，谁截表情包，我直接把它插出宇航局。哦，今天有个宝贝给我出了一个是或不是的题目，我们把这个题目给大家猜，猜了之后我们就拜拜好吗？因为已经9:04，本来说是直播一个小时，我一会儿还要去看一下明天的项目那些东西。宝贝，那我撤回令了。不用撤回，不用撤回呀，因为时间不够，我先讲给大家讲一个，我给大家讲一个。杰青青的，我说的是杰其他人的，我没想到自己后队上场。好，我开始说了哈，是或不是那个游戏开始。啊，有一对夫妻，对，然后老婆饿了，谢谢 HJY 送了个玫瑰花，然后老婆饿了，出去拿东西吃，过了很久没回来，于是老公出去看，发现老婆挂了，旁边遗落了一只拖鞋。谢谢残一阳送了个玫瑰花，谢谢喜欢你是小狗送了个巧克力。好，推理开始，还要我再重复一遍那个题目吗？就是一对夫妻，然后老婆出来找吃的，然后就很久没回来，老公去找，就发现老婆挂了，旁边还遗落一只拖鞋。不是，老婆是被吃了吗？不是，她没有被吃，她还在那儿呢，尸体还在那儿呢。不是被吃了哟，可以想一想，想一想，饿死了？没有，她不是饿死的，她不是饿死的。拖鞋是老婆自己的吗？不是，你猜中了关键点，拖鞋不是他老婆自己的。晚上好啊，晚上好，我们在玩是与不是的游戏。挂了是啥意思？就是没了，就是他没了，他没了，问就是没了。谢谢刘兰雨送了一个秋天的奶茶。那可不卡哇伊迪士尼的。哎，你把我小爱同学叫出来，衣服还在，衣服在呀。是有第三个人吗？是也不是。这个问题其实你问的挺到点的，但是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也不是。他一半对一半不对。衣服还在不在的？衣服在，衣服在，衣服还在不？你可以问我衣服是不是还在，是也不是。老婆遇到劫匪了，然后发生推攘意外死了，不是。触电了，不是，不是，这些都不是。它没有那么简单，这个题目没有那么简单。既然它是或不是的游戏，就要发挥大家的脑洞，就要发挥脑洞。拖鞋是老婆的吗？不是。你可以想想这个拖鞋是谁的？不是，对，脑洞要大一点，就是你可以什么随便想。老婆出门以后有回来过吗？没回来，就是老公出去找她的时候，发现她就已经挂。老婆是男的，不是男老婆，就是，老公家里人看老婆不爽，尾随其后杀了她，不是。玩海龟汤吗？是吗？我们玩的是与不是的游戏。刚才有一个我被他猜的其实有一点那味儿了，就是他说有第三个人在场，这个问题很关键，但是只有一半对了，是或不是。老公有两个人格没有？不是，他没有两个人格，不是他。
她老公为什么不和老婆一起，难道是残疾？不是不是，就只是单纯的老婆饿了出去找吃的。拖鞋是第三个人的吗？是也不是，这个题只对了一半，是有这个数，但是他谢谢喜欢你是小狗送了个巧克力，跟老公没关系，对，不是老公，不是那种，这个你好像知道啊，知道的话就等他们猜，这样的老公不行，赶紧换了吧，笑死，就是他出去，老婆出去找吃的，然后回来他就人没了，好老公就应该时刻跟着老婆，知道答案的就不要说话。第三个在场不是人吗？接近了，不是人吗？他不是人吗？他不是，他这个问题有点蹊跷。第三个在场的不是人吗？不是。昨天做梦梦见葱花酱对我使用少女萌萌拳，不，我是萌女拳。没有灵异事件吗？没有灵异事件，这是没有灵异事件的故事，不是鬼故事哦。我感觉有预感，可以是可以不是，对。又一个 BT， 也不是 BT， 这是一个这个不是个 BT 的故事，也不是个灵异的故事，是一个还能理解的故事，就是能理解，大家比较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正常的故事，对，是一个发生率极高的事情，普通人生活中发生率极高的事情。流浪汉不是，但是刚才那个猜中了，其实那个残一阳他已经有一点那味儿了。现场有凶猛动物的脚印吗？不是。他刚才问在场的第三个不是人吗？我回答不是，那意思就是那个什么否，双重否定，表。哎，不是吗？不要肯定是什么？就是他是人，赶紧脑洞有些大，对，脑洞再放大一点。我刚才说的老公和老婆，就是他们的关系是伴侣，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伴侣，我只是用了老公老婆，但是他们是属于关系是这样子，但是不止某些可以说成是老公和老婆，杀他老婆的是不是不是一个人？杀他老婆的是不是不止一个人？不是。谢谢喜欢你是小狗送了个巧克力。老公出轨了，然后小三杀了他老婆。不是，这不是个伦理剧。对，拖鞋是重点。他老婆死了，旁边还有一只遗落的拖鞋。这个拖鞋是重点，因为刚才已经有人问这个拖鞋是不是老婆的，不是老婆的，那这个拖鞋是谁的呢？想一想。老婆挂了，我可以换个说法，就是伴侣，他的伴侣挂了，老婆踩滑死了，好像也说得过去，滑了一点，他就脚滑是吧？就是这个老婆很脚滑，他滑了就挂了，那也不是，他没有那么轻易的死掉。拖鞋是他老公的，不是，拖鞋不是老婆的，也不是老公的，对，这个脑洞就是他就是里头的所有的，他会颠覆你整个句子里的所有认知，因为他是一个生活中比较普通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不是那种什么极少见到的。被拖鞋砸死的是拖鞋是江江的，才不是我的，不是我把他老婆弄了，对，他猜中了重点，被拖鞋砸死的是，对，就是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荒谬，但又极其合理。你想成为魔法少女，谁不想成为魔法少女？我天天都想巴拉能量，乌呼拉呼，黑魔变身，咒语一呼喊，就这些正义的魔法。对，他猜中了一个重点，是被拖鞋砸死的。哎呦，好清楚，是在夸我吗？谢谢。
对，你们可以联想到了，老婆是被拖鞋砸死的。俺之前说高空抛物，你没留，不是高空抛物，不是高空抛物。高空抛物的话，一个拖鞋砸不死人。高空坠物不是不是，但是你们已经接近真相了，已经接近真相了。他和他老婆在哪里啊？你还没说呢。就是他们原本在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然后老婆饿了，出去找吃的，然后老婆半天没回来，在家里，对，播公演了，天哪，拖鞋不是铁的，就是普通的拖鞋，跳伞拖鞋掉了砸中了他，谁跳伞穿拖鞋？不是的不是的，拖鞋砸死了，不是，就是拖鞋，只能说拖鞋弄死了老婆，拖鞋弄死了这个的伴侣，老公的伴侣。对，他们在家里，老婆出去找吃的，然后老公半天老婆没回家，然后老公出去找老婆，然后老公就看到老婆死掉了，旁边有只拖鞋，拖鞋上有毒，没有毒，他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只拖鞋。你们已经接近真相了，接下来你们要考察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老公和老婆的关系。他们只能称之为老公老婆是因为他们有自身关系，但并不代表他们就是很多东西也可以称之为老公和老婆，他们只是伴侣的关系，所以我称之他们为老公老婆，但是他们是只是伴侣的关系，就是他们俩是处于 CP 的关系，他们是 CP 而已。这就是灵异事件，不是灵异事件，这是一个普通的生活中都可能发生的事情。表面夫妻奉旨成婚，不不不，不是不是不是，他们就是 CP 的关系，但是他们不一定是，就是他们不一定是 paper。我已经提示了，提示大家，还不是小三打死，不是，这不是伦理剧，这是生活中可能会发生的很普通的一件小事。我已经提示大家了，这是生活中很可能出现的一件普通的小事。假扮夫妻，实为兄妹，不，他们就是伴侣，他们就是 CP。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老婆饿了要出去找吃的？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出去找吃的呢？为什么老婆饿了要出去找吃的呢？他不能在家弄，或者是他出去点外卖外卖呢？他为什么要出去找吃的呢？拖鞋砸死人还是日常？是也不是，他是个日常，但是他弄死的对象啊，卧底啊！你是不是看过这个故事？你是不是看过这个故事？你一下就猜中了，是不是看过这个故事？你提前剧透了，你是不是看过故事？说实话，你是不是看过这个故事？你是不是看过这个故事？这是在故事会，这是在是与不是的节目啊！你好厉害，你没看过？对，他们是蟑螂夫妻，老婆是母蟑螂，老公是公蟑螂。对，离谱吧？就是当时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天哪！原来这里头的关系也是可以随意拆解的，只要你脑洞够大，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而且那个观念其实是拖鞋，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蟑螂都是用的拖鞋。这个故事被这位3Z6TCRL350猜中了真相。你是今天的 VIP， 说不定还是兄妹，也有可能，因为毕竟蟑螂嘛，他也可能近亲。你表示投降，哈哈哈哈，投降投降，那不是你们广吧用的三个女不，广吧有我是广吧女战狼，我拿拖鞋，我上次就是拿鞋去打那个蟑螂，打死了两只，老大了，这么大一只，真的有这么大，这么大一只蟑螂，长这么大没见过蟑螂，啊，那你我祈祷你千万不要见到蟑螂，因为如果不是从小见到蟑螂的人，见到蟑螂一定会吓尿的。因为我们那最大的蟑螂，谢谢，不是我粉丝送那个玫瑰花，谢谢。对，对我们那边的蟑螂会飞，我们四川蟑螂最大有这么大，就是可能我手这么大哈，它有我半个手掌这么大，这么大蟑螂还会飞，朝你脸上飞，我真的我人都要窒息了，我好，对，很大，真的有这么大，就是跟那种
就是但凡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人类真的不去抑制蟑螂或者是不管它的话，它经过多年的进化，它可能真的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蟑螂可以入药，我希望我永远都不要吃到这味药。广东蟑螂它比较偏小，但是我在这儿看到了有这么大的蟑螂，就是没有我手掌那么大，没有我半个手掌那么大，但是它比它小一半吧，也是蛮大的。然后婆婆之前没见过蟑螂，就看到就 啊，然后我就拿那个鞋子脏，因为我从小就看，就是我们那儿很多蟑螂，然后就还好，也不是特别怕。鸡肉该干脆别吃了，太恶心了。然后就是那个红枣嘛，红枣煲汤之后，它那个就是红枣切一半，你煲汤的话，那个背就是那个红枣，就特别像那个蟑螂的背。广东有两种，一种美洲，一种德国。哦，德国的是小蟑螂是吧？哦，美洲是大蟑螂。嗯，飞天蟑螂真的很可怕，就是能把人当场下去世的那种地步。蟑螂入药，天哪！我还有那种把蟑螂当宠物的，我真的很佩服。就一想到它那六个爪爪在你身上爬的那种感觉，你就觉得整个人压死。谢谢 HJY 送的巧克力，谢谢。大家已经把这个故事猜中了，恭喜你们完成了这个挑战。看到蟑螂不要用拖鞋打，会留下卵，对，会精神崩溃。对，看到蟑螂的话其实也可以，因为不是所有蟑螂都怀孕的，你要看它屁股后面，它屁股后面如果是个长方形的那个东西的话，它就可以就大家都不要打。但是你可以打了它之后烧了它，就是给它火化了，可以火化，把那个蟑螂给火化了，可以开水烫死，那比较费开水，而且容易烫你自己。然后我以前就是拿拖鞋打了之后，拿那个报纸裹一下，然后把它烧了。对，因为我们家有蟑螂，然后我看到我经常会打蟑螂，然后那个蟑螂的卵呢，就是大概小指头这么大，它那个卵就是像长方形一样，一愣上面有一愣一愣的横格格，就大概这么长的那个卵。局长还在播，对，我们凑个整吧，25好吗？因为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那个是或不是的故事，5分钟下播。蟑螂呼吸器官在腹部，对，就是只要，所以你只要给它撒点水的下面，它的腹部一捂住了，它就会窒息而死。可以买药，但是蟑螂是很聪明的，就是但凡有一只蟑螂吃那个死了，然后它的整个族群就会知道那个东西不能吃。有画面了，熬了半个多钟就下班了，晚上回去偷偷打。好的，你可以先走了，拜拜拜拜。然后那蟑螂卵大概这么长一点，然后看起来就像一个，那个蟑螂卵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指甲片，甲片就是那种长方形的甲片。波波下次直播玩另外一个故事，玩啊，下次玩另外一个故事，生物学家，这不能算，只能算害虫学家。自从壁虎全家搬到我家后，我家解决蟑螂问题。对，壁虎是要吃蟑螂的，灭害灵喷吧，喷了没有用，就是属于喷了之后第二天地上会死一堆，但是还是会有，只要有一个地方出现蟑螂，那你家有蟑螂会很多。对，很多，也不是所有这么大，我家偶尔会有这么大的蟑螂，然后有些小个的，就是它大小不一，成长速度不一。我家壁虎帮我吃蚊子，这么好啊！蟑螂表示太可怕了，研究这么深。因为我真的恨死了，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晚上我打地铺，就会感到那个蟑螂在手上爬过来，然后整个人啊尖叫。换个话题聊聊老鼠，我对老鼠了解不是很深的，就是我还挺喜欢鼠科类啮齿类动物的。然后对，如果你们看那个蟑螂卵的话，要把它烧了。对，因为它里头那个它会孵小蟑螂，会孵那个什么透明的小蟑螂出来，然后就是有些母蟑螂，它后面的那个你可以看到它的腹部是长方形的，那这就是它怀孕了。然后呢，但是你它怀着孕你打它的话其实还好，你把它烧了就好了。然后蟑螂不会飞，会飞，有些蟑螂是会飞的，有蟑螂会飞的，是我家的中泰的蟑螂的话，这么大一点还不太会，还不会飞，没见过蟑螂卵，希望你这辈子不要见。对，你家就干净就好，没有蟑螂。然后还有的话是那种有种蜘蛛，是有种这么大的蜘蛛是吃蟑螂的，这么大，我们家就出现过这么大的蟑螂，它就是我当时看到还蛮害怕的，然后家里人给把它干死了。然后后来之后，本来之前蟑螂没那么多的，然后那只蜘蛛死了之后，我们家就很多蟑螂了，很多很多看起来很恶心的东西，它其实是吃蟑螂的。我在喝酸奶，有味道了，有味道，有那个爆浆的味道了，谢谢啊。别怕，碳烤蜘蛛很好吃，没吃过，
比起蟑螂我更怕蜘蛛，咋说呢，我觉得都挺那啥，都挺那啥。我希望这两个物种都不要出现在我家里头，因为，没有蜘蛛，高脚百额蛛，没有毒，对对对，高脚百额蛛，还有一种腿短的那种也喜欢，就是那种腿直长的那种蛛，蜘蛛，老鼠最可怕，老鼠还挺可爱的，你不攻击老鼠，老鼠不会把你怎么样，虽然老鼠带病毒，蜈蚣和蜘蛛都害怕，蜈蚣也很恶心，家还进过蛇，我的妈呀，那你怎么把那个蛇插出去的？我只在学校见过蛇，因为我之前读书的地方是比较山清水秀的地方，然后靠着山，然后就会有蛇。那天我去晾衣服，我抱着我的被子，然后路过一个水沟子，然后我看到一个黑色的东西蠕动了过去，就是我当时就是斜眼瞟，就是我的余光我看到了嘛，然后我当时没管它是什么东西，然后结果我去晾完之后回来，我看到不对劲儿，好长一条。黑的这么粗那个蛇，然后发现是蛇，我就跑了，吃了，你把蛇吃了，你太牛了，你要做蜘蛛侠还是蟑螂侠？我做女战狼，我不要，蜘蛛侠也可以。家附近有一个巷子很多老鼠，我称它迪斯尼，米老鼠的家，不，它应该是米奇妙妙屋，你给它米奇妙妙屋。上次住了个旅馆空调，爬出个蜈蚣也。这些昆虫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心里很不适，但是它又是我们自然界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好像我们生来对这些东西有种恐惧，有些人他就不害怕，有些人就不害怕。最多是我三小时见了十三条蛇，哇，你去的这个地方真可怕，插战警都是变种人，对，变种人跟黄鳝味道差不多，不过更有嚼劲。哦，我没吃过，天哪，黄鳝我还挺喜欢吃黄鳝。26了，拜拜了，拜拜了，要去做别的事情，拜拜拜拜拜拜拜。山上，那希望你下次上山的时候小心点，不要被蛇咬了。拜拜哟，拜拜哟，拜拜了，拜拜了，拜拜。明天记得看运动会哟，拜拜。辛苦了，不辛苦哦，应该这样跟大家打招呼，就以后见到大家给我这样，我就再见。下播嘞。对，我下播了，再见。刚来啊，我刚来我就要走了，因为我今天直播一个小时，结果现在播了一个半小时了。下播了，拜拜。你可以补今天中台。再见。再郑一文跟大家说再见。再见。郑一文跟大家说拜拜。哎呀，好了，知道。开始发神经。拜拜哟。明天记得看哟。拜拜，明天记得看我们的运动会。好乖巧啊，兄弟。那不是。